两块刚涨的价格啊，刚涨的价格，以前都是卖一块钱，啊，一块钱卖了多少年？一块钱卖23年多，23年，哇，这个就2块钱，啊，哇，太过瘾了。这一天得卖多少碗啊？卖5-6百碗。关键是2块钱是碗能装多少装多少，你看，哇，都堆成像小山一样。一生只做一件事，24年只卖一碗面。油茶是多少钱？2.5块。哎呀，就是暖亭里边这样保温。到了朝鲜，我们来杯早酒，来吧，整上一口。哎，这小感觉，拉个小酒花。阿姨，24年只做一件事，只为一碗面。面条是那种很干香的。哎呀，油茶。鸡丝油茶是2.5块，这三者绝对是绝配。你们那里这样一碗蒸面得多少钱？